有那些累人的法案。救命啊，别这么问啦，出门收到可买戏一大把。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嘴拒绝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？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